会将车起立。播首你的是摇花，摇花在你的脚边做你的影影。你是太阳无像你，你是花也未害你。摇花要播首你，免受一切的灾害。伊要播首你的性命，对一时直到永远。这时，请咱游园徛者，咱三界坐了十界。上帝十条界，第一界，我以我的名号来上帝。第二界，唔通为着家己条件偶像，无论伊练地上甲地下水内所有的物，拢唔通做伊的像，唔通敬拜伊，也唔通服侍伊，因为我要我的上帝，断断无用，我明白的上帝就陪我。放我的话，你就越多，对背后面到三时代，听我说话改变的，我是阮予你一道承担。第三代，唔通人上前要我的上帝名，因为人上前的名的，要我一下无量伊做无做。第四代，要你一天要你修己最先。来来应该着我，做你一世人，独独第七日，就是阮要花莲上帝来收安票。七日，你甲你的囝、查某囝、老婆、女婢、先生，一直变入你勇敢的厝人，一切工拢唔通做，因为来来要我创造天地海，甲你勇敢万变。第七日就休。所以要我赐予你安票的，设立你做这些。第五届，要孝敬你的老爸、你的老母，予你的儿子去要我你的上帝所收赐你的地，一定有福的。第六届，唔通害死人。第七届，唔通伤害人。第八届，唔通误会。第九届，唔通做假感情，陷害你的子民。第十届，让耶稣变主，让他让耶稣变我，我努力不如一定耶稣变一切所有。这时，请咱三个阿头来祈祷。万观灵充满慈悲，上帝，我感谢你，将师父的定力搁一遍来到你的面前，用虔诚的心敬拜俄罗斯。上帝，我感谢你。你的稳定何等的大，虽然我不会，总是利用你的疼来包容我。你带我归远到主你的面头前，自今仔日是总会所设立到约束工的主日。在今仔日礼拜中，欢迎我的细囝要来遮学到敬拜你，愿主你保守我每一个做父母的，我会晓自细汉将我的细囝带到主你的面头前。通过主日学老师因温困的教导，互因通过诗歌、通过圣经来明白主日。自阮细汉时阵，这个信仰就深深定根伫因的心中，互因未来一生所行的，拢会当尊叹你的话。有主日的话，正做因的瓦壳，正做因的房间。你我知，阮做父母的有限，我无法度二十四点钟拢陪伴因。我也无法度一世人拢甲伊做伴，总是主你是因永远的瓦壳，因永远活命的源头。愿主你来保守我做世代人的，我会当注重我细囝的宗教教育。就说你也帮助我每一个孩子，唔呐，我将我细囝带到你面头前，我每一个人伫主你的话，我也得爱温存来倾读。伫我的教会有真好的圣灵的圣经学院，就说你帮助我每一个人，除了敬拜你的时间以外，阮也会当花淡薄时间，伫礼拜三、晚上，甲通过侪侪讲师因所陪伴的，会当过来明白主理。礼拜三暗时也有祈祷会，牧师伊开听上帝你的话，愿主理予阮每一个兄弟，阮拢会当来装备阮家己，正做传福音的使者。愿主理圣神保守看顾阮，主阮也知影，阮一个肉所做的身躯，阮的虽然。尤其当阮的年纪拿来渐渐大时阵，有侪侪病痛会予阮来感觉艰苦甲疲乏。
我教会中间也有一群兄弟需要助力的在里面，当因的身体在做无同款的治疗时阵，因所受的只有助力知影。愿主你来保守因，看顾因，因身躯所有的痛痛，也愿主你来扶持甲保守。无论是身体是袂痛的，也是意外受伤的，拢求主你来眷顾。而且我来特别将你美国加州的疫情节甲药房商仰望伫主你的手中。愿知影即马北加州伫遐有真大的火灾伫咧发生，侪侪人伫遐来遭亡，因的家庭甲因的财务受到侪侪的损伤，尤其是昨昏我听到消息，知影阁有新的火伫遐咧烧，互因的心比较惊吓。愿主圣神利用你大关灵来，让这个火会当紧紧来煞。而且我了发着大自然的这个势力，有时毋是阮人所会当去抵抗。愿主你的圣神伫这个灾难中间，互阮阁更加去体会着主你的慈悲。兄弟姊妹互相代祷的这个重要性，愿主你的圣神只是甲阮三个弟弟保守阮安静阮的心，无论阮有偌济跨路，有无论阮有偌济艰苦，阮拢将伫即时放下落家己安静来到主你面头前，求主你的恩典充满伫阮的心内，互阮开阮的耳孔来听今仔日牧师所要甲阮传讲的信息，互阮无论听的也是讲的，拢会将来得到利益。原来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圣名来求。阿门。